音时间梦 Le Havre， 他的创作者是西班牙绘画大师毕加索，这也是毕加索最贵的作品之一。2013年卖出的时候，成交价高达1.55亿美元。这幅作品创作于1932年，具体时间可能是1932年1月24日下午，现在属于私人收藏。我们来欣赏这幅画，它描绘的是画家22岁的情妇玛丽·泰里斯·沃尔特。画风抽象，可以从中看出早期野兽派风格的影响，而画中的模特呈现的状态有极富自然主义色彩。下一集我们会到奥赛博物馆参观一个毕加索的作品展，蓝色与粉红色时期，混凝时间，法国巴黎。